爸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爸，你来救我，你替我写律师，甲我斗相共好无？啊，若无你，真正搁这个位置啊！该讲该苦劝的，我拢讲互你听，啊，不过你听袂落去。爸，即马啥拢无得替你做。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你甲大家是的。各位媒体朋友，阿宏今仔日会造成社会困扰，我这做爸爸的还有起上大责任。从今仔开始，阿宏就要交国家甲社会去甲教育，我希望法律会当为回头重新做人。我一直踮在厝里等你，造成大家真无好的观感。阮在遮辛苦甲大家，是的。我叫你找亚芳，结果你说偷偷给杜成英爸再造，你到底想要从啥？讲！我讲，是曹凤的意思，是曹凤要抓王亚芳，你知道杜成英被毒这件代志，叫我抓杜成英的爸爸，叫杜成英卖关亚叔。你是我开钱请，啥阿宏叫你做啥你就做啥。你若真正这样听阿宏的话，伊叫你去死就要死吧。我嘛是感觉真为难，我只好听曹凤的。曹董，我知影我唔对，给我一摆机会，我将侬赎罪。你本来就是暗地人，我给你最后一摆机会，你若搁甲我失格差。我绝对会把你等去马路，把车弄死。最后，我把你等去粪扫车，听有无？有。我想要跟洪见面，你得要处理一下。时间确定了，就通知我。是。那有见了真正成？你讲洪啊是冤仇的哦。你更讲公文红啊！你还不讲蒋明月啊？我讲我是听曹凤的吩咐做代志。你爸爸上起码爱孝敬，我若是讲是明月的意思，那是吃里扒外，不是动手就是动脚。啊，万一你爸去找明月算账，一定把你拖累。你该要安尼？这个人不了。啊，叔叔。为了方阿，即摆已经伫内底，一条都回答，搁较艰苦嘛，安尼尔。而且，你爸爸嘛真要紧曹凤，若无袂叫我做一件代志，伊心内对这个查某囝也是袂放心。好紧，阮爸煞唔知哦，伊就是去找恁个，心肝是足软个。反正这风头若过哦，小运作者方阿就会当出来。我会重新调查案件的证据。找出对曹凤有利的说辞，啊！你立委选举，我就无法度甲伊斗相共。你家己爱想办法，莫让曹凤的代志影响你的选情。啊，无经过来吼，叶少峰一定会动算，伊就无法度变心啊。选举伫个还未开票之前，什么代志拢不一定。目睭听见上色啊，甲上。最后到底什么样？
会走入去国会殿堂。有期徒刑，不行啊！我伫这一天都无得阁大去安尼。爸，我若想让爸有期徒刑，这个事情我是袂敢管的。爸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去想办法把我救出去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你可以把我救出去好不好？这嘛唯一办法，就是你赶紧承认错误，把你是安怎帮亚芳的代志。那规定，我检查官交代要清楚。我老老实实甲检察官讲好清楚，安怎我敢讲代志逃出去啊？你今麦态度是关键，你态度若较好诶，万一承认错误，法官就判你较轻诶。你若是当个亚芳活该，对你是上有利。我无甚物通好讲诶，陈家山拢甲我讲过啊，说所有一切拢是你计划。敢讲到这个时阵，你阁唔肯承认？你是咧坚持啥？敢讲到这个时阵，你心肝内阁想要对付亚芳？这才是你，你今日来看我也无得着。你讲你要来看我，关心我，甚至还讲你是为着我好。实际上，你是替王亚芳来帮我下底。你想要知影我后一步安怎做着无？其实。有我无我对你来讲就无重要，我要放这是你的一切对无？这跟亚芳无关的，爸是来讲你的，你来当来讲，你就是为了亚芳，你今日才来的。当初王亚芳也要我去自首的时阵，你为着要配合。你一仙钱拢无爱还我，你就是要把我逼到绝路。但我即马，我即马有人抓起来，我阿芳嫌无够，也我点头服死你。你就安尼，一样软，一样硬，就是爱我鬼死你。你就是要有一个交代，爸，你为着我阿芳，你真是跟我走啊搞搞的。想袂到你的想法会偏差到这程度，爸真正教育失败。既然安尼，我都袂阁逼你啊！你想要哪做你就做，不过最后你家己承担结果。爸起来不来个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恨你，爸，我真正就我恨你，我害你这今日这样子，都是你害的。因为你关心我，为我要放下去，我你就这样一走再走。你们俩尊公，我袂记的。细汉的时阵，有一个算命先甲你讲过，你迄大汉查某囝，也是你的救命贵人，所以你贵人，拢我为我要放下去啊。因为你俩尊公也救你的命。你那是我要怪的，我求你了！你有什么仇杀？
安怎？你会惊的哦，爸，我是你自细汉，饲到大汉的，不知手段，是我为你，还佮我妈遐学来。告诉公爷的事，我把我救出去，村民爱我伫咧遮防乖。那你就爱较细腻，就算我去地界，我袂用用我最恶的灵魂纠缠王亚芳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家己做起来的。做你细汉甲大汉，爸爸痛的要死。是安那个一个时阵，你的心过来，你的头过来，可能不得救多一世哩。爸，你对我的爱，还佮我拥有几分，差了我一小娃都差不多啊。我即马想起来，就得谢你。爸爸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若愿意悔改，爸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阿哥，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。讲啊！爸，拜托你讲，是恁家己的错，我到这就跳这么困难。干嘛讲？我谁做的不对？我只不过是想要回去。为什么天走开的地位？我只是想要做你唯一的走家，我哪有不对？不对的人是你，你不应该话变着变的，你不应该是放弃我。爹，我无放弃你，是袂用啊！是你出卖我呀！我是不敌，迄嘛是权宜之计。即马你爸爸已经反背你啊，会当救你的，干我甲明月。你是要怎救？再药要吞落去。你的呼吸终止，到时你保外就医，我有想办法救你。我哪知道你袂骗我？你即马除了相信我，无别选择。